一部30年前的动画，却能精准地预测到我们现在的生活状态。看完你就会明白，你的钱是如何被资本家掏空的。故事开始，一位小胡子商人正在路边叫卖肥皂，只见他用肥皂轻轻一擦，桌上的脏布瞬间变成了白布。此时，观看的路人都惊叹不已。为了让大家相信这是真的，小胡子又拿出一块白布做起实验。他倒上红色油漆，再次用肥皂一擦，布料又变成了白色。第一次见到这么神奇的肥皂，路人们纷纷掏钱购买。大妈买到肥皂后，赶紧试了试，果然他的衣服瞬间变成了白色。就这样，这款神奇的肥皂很快就传遍大街小巷，因此小胡子的生意也越来越好，每天都会有人排队购买。而买到肥皂的人第一时间就会把自己的衣服变成白色，并且他们见到不用肥皂的人就嘲笑他们土，跟不上时代。被嘲笑的人只好排队去买。随着用肥皂的人越来越多，就连山上的和尚也没能抵挡住诱惑，不远万里前来购买。但唯独有一位大爷一直在观望，没有买。小胡子的钞票越赚越多，从之前的小摊位变成了肥皂店，从肥皂店变成了肥皂公司。这时，只看不买的大爷终于掏出钱来买了一块，然后迫不及待地把自己和孙女变成了白色。此时，街上来往的行人几乎全都是白色的衣服，每个人仿佛都跟上了时代的潮流。可就在这时，一支迎亲的队伍出现，他们穿着鲜艳的衣服，吹拉弹唱，非常热闹。突然，一阵风吹过，迎亲队伍瞬间变成了白色，和对面走来的殡葬队伍变得一模一样。不仅如此，迎亲队伍也变得非常沮丧。虽然大家跟上了时代的潮流，穿上统一的白色服装，但大家似乎都并不开心。直到这天，一个身穿红裙的小女孩突然出现在街上，她成功引起了大家的注意。所有人都想知道这么漂亮的衣服在哪儿买的，于是大家开始追着小女孩想问清楚。可追着追着，人们意外发现小胡子竟是小女孩的爸爸。让他们更加意外的是，之前的肥皂公司竟然变成了超级燃料公司。而小胡子又开始了他的表演。只见他拿出一块白布，然后掏出红色的肥皂，轻轻一擦，白布瞬间变成了红布。就这样，彩色的衣服再次受到了大家的追捧。最后，小胡子的门口又像以前一样排起了长队，新一轮的潮流又开始了。其实我们都陷入了消费主义的陷阱，商家凭空制造需求给我们洗脑，让我们消费。不妨静下心来思考一下，有些需求我们真的需要吗？